天地都认证了，不会因为时间，好，不会因为你的做法，他不认证。但是今天天地不认证的，那我先告诉你哦，你们家巷口是吧？你觉得哎，那边有在弄啊？嗯，行不行啊？不行，他可以。导师，你太逊了，他可以。你看，加画两张，事情解决了。如果是正，他有理由，他做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天地的运转中，没什么好扯。但如果他是先在这一秒钟先让你爽，下秒钟被天地执法逮到，我告诉你，你跟他，你跟那个庙的乩童，跟那个庙的主神全部连在一起，全部连在一起，你就等着天地来执法，看他怎么弄。由于现在时间越来越紧急，这个已经不是你怎么想他要怎么弄，不是，这是天地怎么执法，是这样子。我们超级生命法教的就是告诉你，这就是唯一的方法。你这样去做，天地不会说错，然后又有所怎么样的不同，不会。这绝对是循着天地真理。所以我话要讲回来了，你所做的一切，你就不要那么辛苦，你总是认为在交换，因为你那样做呢，你会压力很大，而且做的不尽兴。好比说，你说我今天要度多少人，所以跟负能量，对不对？言和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去度，你就算一个、两个，哎呀，说哇累死了，倒了半天才十个还不到，累死。那一看自己的跟负能量的沟通，那多一个零呢，要100个才可以耶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你做的越做越累，越做越累，斤斤计较。但是你就是搞清楚、弄明白、真心的去做。谁帮你打算盘？天地帮你打算盘。负能量不会那么不识相，哦，胡作非为，否则他就小命不保，就这样。所以当你了解的时候，每一个人的生命地图不一样，你跟负能量之间的恩怨情仇不一样，你就不要说我已经度了100人，怎么我的境界都我们还没改那一点，还是这么的苦。不好意思，负能量在等你度到你跟他的 deal 102人，还差2人。你怎么知道是102人还是108人还是180人还是1800人？不知道。但是我有说过，你的起心动念，负能量比你知道，天地也知道。所以重罪能不能轻受，由天地去定夺，不是你去定夺。